雷军和他的小米一直都行走在互联网的风口浪尖之上。宣布小米正式对标苹果的热度还未消退，雷军又透露要和奥运冠军学跑步。12月29日，雷军在其个人社交平台透露，苏炳添明天将在小米科技园开展2021年的最后一堂体育课。雷军还表示，大家要不要和我一起学学？苏老师说要教我一些跑100米的诀窍。众所周知，在小米科技园，雷军跑步可谓是出了名的厉害。此前，在一场小米员工与雷军共同参加跑步的比赛上，第一名的小伙在快要冲刺到终点时突然刹车，导致其老板雷军拔得头筹。也正是那场跑步比赛，一度把雷军送上热搜。彼时，有网友甚至调侃，让老总先过终点，跑的不是人情世故，